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？知多知少难知足。竹北市的传统菜市场里，黄兰妈妈开设的鱿鱼羹面店就在最明显的位置。黄妈妈已经退休，现在是由黄安的大姐经营。首先夹几片事先煮熟的鱿鱼片，舀入肉羹，加入酥肉，一碗销魂的黄安妈妈鱿鱼羹就上桌了。黄妈妈靠着它养活了一家人，维持了家道中落的黄家人的生活。太疗愈了，哎，哎呀，我最喜欢吃这个。嗯，都等了三年了。